迎收看今天的《小编搞什么》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？桃园国际棒球场，但是太阳实在是太大太热，我们眼睛都睁不开。那我们今天小编热什么？那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什么的呢？我们今天就是来探班我们的拉咪 girl 的 MV 拍摄练习现场。我是真的超级开心啊，因为我本来就是那种很喜欢看女生跳舞的那种人，所以我今天真的超级兴奋的。那胡小编咧，我比较想突袭拉咪 girl 的秀，打哈耶，很香很香。刚刚经过好多粉红色的，真的粉红色泡泡，对啊，欸、很香，真的很想进去看一下。对啊，然后到球场也是我的梦想，虽然打不了职棒，来球场晃一晃，就球员打球的球场真的是喜欢打棒球的人的天堂。第一次踩到这个，对啊，而且桃园球场的规划啊，就是它的设计都很好，就是可以偷一车红土，是不是？我刚已经打耶，刚已经请摄影师帮我拍，我从二垒跑到三垒，我本来想要跑一个全垒打，可真的太热了。这样不是太热吧？你要看，等一下看他们那边，就是拉咪 girl 他们现在在大太阳。然后练习，真的，他们已经排好队形了，我觉得好辛苦哦。希望可以，就是大家要多多支持他们这个行动，这个太辛苦了。那我们就看他们的练习画面吧。很久没见了，欸、对不 对, 对、啊？上次见面是之前搞什么一番赏的时候，真的对对。现在还会有吗？现在还有一番赏啊，当然我们还是继续在抽，但是还是没有像你出现像你一样那么夸张，就十抽全部都有的女生。应该是新手运，对，当时是最抽新手运啊，真的是新手运。啊，如果他们去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有那个效果了。对啊，因为你运气最好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，怎样？他是反指标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中奖的时候，他就会唯独他没中。然后他中奖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没中。那我们这一次是为了宣传你们的新的单曲而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单曲名称或是曲风吗？我们的新单曲名称叫做《Love Me More》。然后曲风比较偏向就是轻快，然后青春活力，对，青春活力很可爱，对，我们刚有点谈恋爱的感觉，充满爱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刚刚有在旁边偷看你们就是练舞的画面，真的是很可爱。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你刚看到很可爱，对啊，钢琴大妈，不是刚刚动作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我们就是包的很像在浪漫玉兰花的，就是为了防晒这样子，想说正中午的一个防晒。那你们可以现场稍微哼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吗？这样我们就唱那个副歌。好不好？好，五六七八。Love me, love me, love me more. Love me, love me more. 用力的爱一波吧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超级可爱耶！欸，真的很期待到时候是怎样，大家要赶快去关注一下他们好吗？谢谢。关注哦。敬你时代，讲敬你是不是？对你的时代，对你的时代。那你们私底下默契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出来你们应该感情很好，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有个游戏叫做默契大考验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分两组，就是搞什么玩一组，然后跟蓝咪 girl 一组，然后我们会讲出一个词，我们这边会出题目一个词，然后你们三个三二一同时喊出你们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东西，联想到的东西。完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如果三个都打一样就有一分。对，然后呢，最后谁是输家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惩罚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想收回刚刚的话。那我们要，可以啊，我们很有默契啊。那我们先召唤我们搞什么的伙伴们，那就我们先由搞什么这一队开始好不好？你觉得要先知道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是我们等一下会拍拍立得，大家一起拍拍立得。拍拍立得，这样哪是惩罚？这样对，然后
只有赢的人在画面里是美的，其他人对其他人都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对扮丑好像完全不抵抗，本来就没有很好看，谢谢，不用这样，本来就没有好看来吃。那我们开始哦，好，第一题 MVP， 三二一，王柏荣，你说谁啦？你说谁啦？就是有对还是没有对？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他永远就是跟我们答题不一样的那一位。下一题，可以，王柏荣，大明星，又有人不一样了，真的是很会耶，是不是三个都不一样？哎、欸，他是效果仔，都是做效果。哎呦，王柏荣很多，王柏荣九是什么意思？王九号。那我们考一题简单的好不好？拉米 girl， 拉米 mommy。我以为很简单，这种题要去干嘛？没声音啊！然后呢，我们的歌，这是我们题目出来。还有，其实我刚才唱歌，刚对了吗？刚好对吗？刚对啊，我们唱歌啊。对啊，我们拉，我们在合音，合音。哦，他们硬要对了，合音，刚刚合音。让他们一题就这样这样对好不好？就给你们一分，好，勉强给你们一分，勉为其难一分，真的是勉为其难。再来一题，好，应援曲。我家人胜利，又不一样，真的是，你们怎么没有？我跟兰兰一样吧，我跟兰兰一样哎、欸。那你客家本色啊？你客家本色什么啦？达令啊，是第一个应援曲就想王柏荣。对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的错。下一题，加油棒。兰尼克，又不一样了，真的是很夸张，你们怎么会？我可以摆脱老鼠屎的称号。每次都有人不一样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特别有问题啊？我刚刚不是讲说要眼神示意吗？对啊，但我们刚刚眼神是加油棒的，他惶恐的都有。因为他懒懒是超前面都已经讲很多王柏荣，所以我就一直说。下一题冠军，拉米哥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好啦，因为绝对打不对。他们都是蓝妮 girl 啊，那我们也高胜完啊。第一题，安小编，高胜完，怎么兵？高小编，我是陈小编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说安小编会想到陈小编？他们两个都是很一起出现的。宵夜，永和豆浆。他说永和豆浆。豆浆。我说好吃。好吃是什么啊？我就是老鼠屎嘛，怎样？好，我要问了，下一题。反正一定没粉。他说老鼠屎，老鼠屎，老鼠屎。他又回答谁呀？真的不知道。冰一姐 QQ 那个冰张清风，什么都不明白。那你还敢说你不知道冰一姐谁？我来一题送分题，真的感谢。哇，人好好。欧洲人，三二一，林丹。哇，你好棒哦！怎么办？超级喜欢，感谢。印象成绩加1000万分。讲别的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有在关注的，还是对了，我还是有讲啊，对啊。对了，胡小编，胡子，哎呦，差一题，我们就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差一题哦，那不能再放，不能放水，不能放水。我要出早餐，三二一，蛋饼，什么？蛋饼，他们都吃蛋饼，完蛋了。我以为会不一样哎、欸，好厉害啊！为什么？但是就觉得蛋就觉得先天，还是你们公司旁边？我今天早餐刚好吃蛋饼，所以好讶异哦。所以他们也四分哎、欸，我跟他心灵相通，所以我也讲蛋饼。好啊，平手哎。那我们就各出。拉米哥，三二一，拉拉队。大家都太难了，好难哦。你们出简单的，好崩溃哦。MVP， 三二一，王柏荣。超级开心。
放弃。我怕真的是玩到八点会拍不完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也是很感谢今天可以就是来跟你们一起玩游戏，那也希望你们单曲可以大红大紫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有伴奏吗？你有吗？我这样吗？我这样哎。妈的，哪有这样？看不到他的脸。我到这里。哪有？我帮，我帮，我帮，我帮。我帮，没有了，我吓我一跳，我真的，他装可爱，他这样，我怎么这样？没有了，我是这样的。那你等下就个人独照好了，要不然我们蹲在地上换你们站。那我们站好了。这样我们还是要抽的吗？当然不玩嘞。我要笑死。一二三，耶耶！感觉要晒黑了，真是可怕。你要不要换个姿势啊？我已经帮你拍好了。或者是，哇，认真！他们要吃那个烟草，然后脚。